这个哈、哦、，Donde está？ 啊，在哪里？嗯，好，比如说待会儿就假设我们点名的时候，我就说 Donde está？ 他跑去哪里了？哈、哦，好，看我们直接念哈、哦，待会儿影片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我没有放上去，不过我们到时候一般影片我们会再看两次，我以后会再解释。好 ，un momento por favor， 孩童训练 ，un momento， 好 ，por favor，¿qué desea？哎，有没有刚刚我给你们提到这个问句啊？好 ，mini 四我们也会教哈，其再过一两个礼拜我们会教这个 mini 四，这个学期大概就在教一种动词变化就好了哈，就是现在式跟命令式。Espere un momento. Espere 就是您等一下，对象是您。好，对象是您。好 ，Diego 是一个男生。好 ，Está Diego。哎，我们可以问了 ，Está Juan。Está Luis， 哦，在吗？比如说你敲门进来，哎，他在吗 ？Está Juan， 哦，好，你看这句应该很熟悉的吧 ？¿Es usted el señor García？ ¿Es señor García？ 好。Pues no. 西班牙很多这种没有意义的字哈，但是就拖时间。Pues， 打个哈欠 ，Pues 也可以哈。很多这种字啊 ，Pues vamos， vamos， 还更长了 ，Vamos a ver。他在讲这些字的时候，他可以去想。我问你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可以边讲边想。我看过了老师 ，pues 这样，拖好长。好 ，de acuerdo。好，就 I'm agreed， 好 ，de acuerdo， 这种都比较正式的回答 ，de acuerdo。好 ，tercer piso， 好 ，piso， 假设同学你是在校外租房子的，你住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 piso。piso， 比如说老师问你，哎，你住哪里呀？你可以讲说 vivo en un piso， 啊，那我就知道你是在校外租房子的。哦 ，piso。那我们这个，哎，那个五星级的那个宿舍，那个是另外一种讲法，哦，有个 dormitorio， 有点像英文，哦 ，dormitorio。好，这个哈，这课教到已经教到万了哈，你可以记一下。百的话是 cien， 千就是 mil， 哎，那一千一百怎么说？一千一百就是这两个字在那边凑来凑去 ，mil
千，我们不要再讲 un 哦，一是 uno 对不对？就不要再讲 un 了，你就直接讲 min， 就是1000。那2000 dos min， 我没有复数型，永远 min 永远是 min 这个形式。好，1100是 million。那 million 是多少？ million 是多少？啊？你们数数看，多少？100个千多少？万而已嘛，哦，那 你如果做生意当人家翻译，你会赔死的。10万，100个千是10万，我们有个万字单位嘛，哈。他们外国人，我觉得他们外国人比较，我们已经习惯了哦，我思考。数学思考方式有一个万的这个单位，但是如果你看那个，比如说银行的账号，你去数，3个0就打一个逗点嘛。西班牙是打一个逗点，哎，这样很看，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有多少钱。然后每次我其实就会乱掉，每次我都在那个十百千万，因为数学不好的话去算，仔细算一下，你加带口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不管再怎么厉害，我是觉得你还是你坐在中间两方他们谈价钱，你最好都叫他们写下来，是不是这样？拿给他看，是不是这样？哎，不然少了一个零就差好多了。现在不是网络上网拍什么的那个报，就赔死了，是不是那个办那个电脑公司？好 ，Hola, ¿qué tal？ 啊，这个很熟了哈。好，这个请你要记一下哈。这个西班牙人常常在用 ¿Se puede？谁？但是是谁？比如说，待会我把门关上哈，那我要进来，我敲门，那我会讲这句话，谁不会的？那你们还记得这个谁是第几人称？第几人称的反身代词？第三，对不对？它是用第三人称来代表第一人称哦。我如果敲门进，我说谁不会的，事实上是谁可以进来？我可以进来吗？哦，这样了解吗？西班牙人很喜欢用第三人称。好像凡事都与他无关，错都是错第三者，真的啊。我跟你们，比如说这个字，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讲了哈。我们上礼拜是不是有做那个？那张讲义38题了，有第二题是不是有一个我忘记了，有没有？我们讲
如果假设你真的要讲忘记哈，忘记这个动词 olvidarse。olvidarse， 好，这是它的原形动词。olvidarse， 这个你们不用只听就好了哈。好，我们中文照中文说，我忘记了，我们很负责任。me olvido。me olvido， 你看我 me， 对不对 ？me olvido 没有问题吧？我忘记，我很负责任啊，真的我忘记了。哎，西班人没有，西班人会先告诉你。哦，当然这以后这是谁的第三种用。这种共有十种用法，你们学了几种？你们学了两种。今天在这个应该第三种，好。知道我在讲谁的用法是什么吗？比如说 ，como te llamas， 就那个谁变成 te llamas， 哦，这个反身代词。好，西班牙他会跟你讲说，我忘记了。好，忘记这回是 se olvida， 第三者对不对？怎么样？我是受害者，我把它放进去 se me olvida。忘记这件事害我，所以我忘记了。哎，比如说我忘了带你的书来，你不要怪我，是那个第三者害我忘记了。但事实上是谁忘记？就是你呀。哎，可惜吧，就是这个用法很多啊，什么逼的。好，这个 se puede 也是哈 ，se puede。哎，待会你看影片哈，他都敲门，他都讲这句话 se puede。好，就是说我可以进来吗？好 ，pase pase 就是请进 ，pase 哈，这是客气的命令式。所以命令是我们必须要教哈 ，pase pase， 或者是 adelante， adelante 就往前进，就进来的意思。好 ，¿dónde están mis gafas？ 眼镜 ，gafas， 眼镜有两个嘛？镜框有两个嘛，对不对 ？Gafas。好 ，¿dónde está el baño？ 厕所。啊 ，baño。好，再来 ，¿dónde está el sobre？sobre 是那种比较大的，牛皮纸袋那种比较大的。哎，在西班牙，我现在可能都电脑化了哈。以前我刚注册的时候，1997年，他一定要先去购买一个信封袋，看你是注册哪一个学程的哈，就买他那个学程的信封袋，里面就所有的那个你要涂卡片啊，什么缴费单啊，什么都在里面哈。那个就是这个 sobre。好，你看这边数字哈 ，min dos min， 好 ，quince min quince， 15000哈。
金色是多少钱？15000，15000西币台币大概是33000块，你除以五，哦，台币，这个是西币的币值比较大嘛，哦，好，在Donde está el profesor，老师在哪里？教授在哪里？他说aquí está。Aquí, 哦，这里 ，aquí está el profesor。嗯，好，数字我们念一下哈，可以开始记到15了哈，或更多。10, 11, 12, 13。14, 15, 好，最后一个，好，是收右，好，就是我，好，我就是，哎，比如说在机场，他们会拿个牌子，好，等接机的时候等。然后就喊某某人某人，然后那个人出现就是 C 收右，哦，如果不是我就是 No No 收右，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啊，你若在那个网，那个叫做开放式课程哈，这边也有讲义在这边，啊，就是第二个，现在是练习哈，初。我们先复习一下，哦，上礼拜讲的前面十题哈，哦，比如说像第四题，嗯，¿Cómo se escribe tu nombre？哈，哦，第四题你可以把它写下来。¿Y te apellido？应该这个动词谁的第二种用法表示被动 ，¿Cómo se escribe？ 哦 ，tu nombre， 你的名字，应该是第三人称嘛，对不对 ？tu nombre 应该是第三人称。所以 ，¿Cómo se escribe tu nombre？ 哦，我们看到第三人称的动词变化，你的名字怎么被写？我们中文翻译上是，哦，怎么拼你的名字？怎么拼写你的名字 ？How do you spell your name？ 哦，那你回答说。你不能直接念，比如说这个是玛利亚，你不可以直接这样回答，你要一个字母回答，哦，因为我要知道你怎么拼写嘛，就是 M A R E R， 要这样回答。那下次比如说老师问你的名字怎么写啊，那你就自己讲得出来了，每个同学的西文名字你要讲得出来，嗯，
有几个同学名字比较长的 Esperanza、Estefania， 名字很长的，你就要回去练习的。哦 ，single， 这个应该没问题。好，第六。好，第六上次我们讲这个也是表示被动的，好，反身代名词表示被动。Lenguas se hablan en España， 你看，我这边问句 ，lenguas 是复数，表示在西班牙应该很多个语言被说哈、哦。我们在字面上照字义来翻的话，被说、哦。所以你跟这边动词应该配合的是一个复数的动词，因为 lenguas 是复数嘛，这边当哦主词。好，第七，这边是问说，西班牙语这个字 bien 英文怎么说？哦，这个字你把它视为一个个体，所以应该是单数，哦，所以我们 decirse。这个谁代表反身代名词在、哦、在动跟动词搭配代表被动，我们就说 ¿Cómo se dice bien en inglés?、哦、bien 这个字英文怎么说？好，下面有没有问题？我们看十一题，我们来看十一题。我给你一个动词 ，estudiar， 好。那你要做 vosotros， 这个人称第二人称复数 vosotros， 它的动词变化 que estudiar， 是不是？哎，你们在念什么？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念西班牙语，怎么变？啊，第二人称的复数怎么变？¿Qué estudiáis? ¿Qué estudiáis? ¿Estudiáis? 什么问题？好，我们看 doce。 好， doce 问说 Buenos días, me。 好，我给你一个人称 ustedes。 Poder dar teléfono del hospital。 好，你可不可以给我 dar， 是给，我们也讲过这个动词 ，el teléfono， 电话，哪里的电话号码呢 ？del hospital， 好、哦，
医院的电话号码。沈玉琪，哦，随便点的哈，来，我试试看，你把整句再念一次哈，顺便把这个空格答案告诉我们。Buenos días. 好，继续。May. May 怎么说？这个人生我们要怎么变？Puede， 好，me puede， 好，你把它念完。me puede。Dar el teléfono del hospital. Acá en 13, 13, acá en 13, 题你是喊说，哎，你知道现在几点钟？哦 ，hora 这边问 ，tener hora 是问说，哎，现在几点钟？询问时间，你知道时间吗 ？tener 度这个人称怎么变？你要用 tener 这个动词去变 tener 第二人称怎么变？它是一个不规则变化。好 ，tienes， 哎 ，tienes hora，tienes hora。好 ，catorce， 好，我们直接看。¿Qué número de teléfono？ 哎，这边是问复数 ，ustedes。ustedes 的 tener 怎么变？就是你们的电话号码几号？¿Qué número de teléfono? ¿Cómo se llama? ¿Es tienen? ¿Tienen ustedes? ¿Cómo se llama?找一个同学哈，这个题应该蛮简单的。刘彦如，刘彦如，来，这个题应该刚刚我们看影片教学也有啊。
您是 Señora Pérez，您是 Pérez 太太吗？好，很好。Es usted la Señora Pérez. How are you? 那我们再有些解释过哈。王秀玉，来问几问年龄？哦，对象是您，您几岁？Tener 这个动词，你看这几个都是 tener 这个动词啊。嗯，¿Cuántos años tiene usted？哦，¿Cuántos años tiene usted? 您几岁？好，我们看十七，十七是问说，哎，你的朋友玛利亚这个人怎么样啊？好，我给你一个动词 ser， 好，你要去变。刚刚影片教学有看到啊 ，¿Cómo es tu amiga？ Amiga 是朋友哈，阴性，她是女性的朋友。¿Cómo es tu amiga María？好，看最后题十八。哦，对象是问您们，你们会说西班牙语吗 ？Hablan ustedes español？¿Hablan ustedes español? 好吧，看我好十九，好十九，你可以记一下哈。说 sí puedo， puedo 是一个助动词，所以助动词后面就是加原形动词。哎，所以其实你就是直接再写一次哈 ，Si puedo hablar español, francés e inglés， 好，这边是要让你知道说。本来这边 A 原来应该是在用什么 ？Y griega， 可是 English 哦，它的起首的母音是 E， 跟这个连接是 E 一样哦，所以这个情况下你必须把。Y griega 这个字母改成什么 ？A， 这样才听得出来说，这个对等连接词它连接的最后一个项目，已经讲到最后一个项目了，哈、哦。
如果对方填 A 的话，就在 English 是你要讲的最后一个项目。好，最后一题。好，意思是说，我们要去看电影。Vienes con nosotros？ 哦，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好 ，ir 动词变化，我们怎么说？啊，不规则的变化。Vamos a cine， 就是我们去看电影。Vamos a cine。Vamos a cine. ¿Vienes con nosotros? Oh. 好，所以动词变化，同学回去一定要复习，而且要背起来。好，我们现在看20。刚讲24页，对不对？好，同学请翻到24页。啊，哎，哦，对，24页，对，24页，哈。好，我们讲一下哈。第五哈 ，single， 他这边提到一个名词哈，也是句法上的一个名词，叫做名词补语。这个不知道你们听过哈？不过有时候我们在讲教学语言教学的时候，难免会介绍一些哦学术用语，像这个语言学上的一些名词。实际上，你们有几个词你们就认识，像主词，对不对？受词，这应该都听得懂吗？补语。应该听得懂吧？英文有几大句型？英文有五大句型。那西班牙的分类可能跟英文不一样。哦，那名词的补语，你看一下这个范例。哦，第一句。Yo soy estudiante de español. 哦，我是学西班牙语的学生。先前我们介绍说，如果是讲身份职业，你就不需要用冠词嘛。所以你大概之前学到 Yo soy estudiante。好，你现在看到这边划线的部分，加一个 de español， 哦 ，de 是介系词，加上名词。那我们在语法解释上说，这是一个介系词，哦，介系词片语。介系词补语哈，当介系词片当补语修饰前面这个名词 estudiante。好，西班牙语的形容，那它的语法功用上跟形容词一样。既然是修饰名词嘛，那就是当形容词用。
再问问题。好，这个 de español 好，语法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形容词，只是它的那个结构是一个介系词加上名词。那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作为名词的补语，就是补充说明这个名词，对不对？好、哦，我是学生，是什么样的学生？西班牙语的学生。哦，后面你也可以加，比如说来同学来自各个科系。英文系、哦、de inglés， 有日文系的 de japonés， 这样了解吗？还有机械系的，对不对 ？mecánicas、哦、都可以、哦、那名词。名词词组、哦、这边还有个另外一个名词，这边课本没有讲到，从 estudiante de español 这三个字我们就把它称为名词词组，这样有没有听到、哦、好，那第二句 ，son los profesores de la escuela。你看，名词词组在哪里？从这个冠词 los 一直到 escuela， 这么长，就是名词词组。那这个名词词组，我们在语法分析上就是，这个名词词组当这个，哦 ，son 这个动词，它的那个，西班牙有一个字叫做 atributivo 哈、哦。不是把它称为补语，是另外一种解释哈。嗯，好，那你看这个 los profesores 哈、哦、是主要的名词，核心名词。de la escuela， 你看这也是个介系词。加上后面这个名词，当作一个补语、修饰、补充说明，哦、修饰前面这个 professores、哦。什么样的教授？他们是什么样的教授？这一间学校的教授 ，de la escuela。哦，拉是定冠词，我们有限定，对不对？限定这个学校 ，escuela 是学校吗？什么问题？那这个没有关系，这个语法上的解释哈，你们能听得懂就了解。那如果不是很了解，至少。你能够翻译的出来，讲得出来，好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西班牙语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念一下 ：Yo soy estudiante de español。好，第二句 ，son los profesores escuela。
Escuela， 好，学校哈，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Escuela。好，我们看 seis 第六，哦 ，contracción 缩写，我们之前稍微提到了一下哈，缩写。好，介系词，比如说 a 加上冠词 el， 我们要缩写成 al。那介系词 de 加上 el， 我们要缩写成 del。再问问题，这个其实你可以从那个第二个哈。得加上 l 变成 del， 你可以看出来是因为连音的关系，所以在书写上面我们干脆把它写成一个字了。好，反而本来是两个字嘛，得加上 l。好，看这个范例哈 ，la enfermera。del hospital， 红同学，好念。La enfermera del hospital， enfermera 护士，哪边的护士，或是什么样的护士呢？医院的护士，好，其实这个。del 这个 l 就有限定是哪一间定冠词嘛，像英文的 the 我有限定它的那个什么，就是有限定，比如它的身份它在哪一个，它是哪一所，哪一间医院，hospital。好，到这边问题。那下面这个否定语，negación。跟英文一样，我们最常见到就是 no。 那下面你可以看到课本有练习，它主要是我们要练习这个 no， 我们要放在哪个位置。那个影片教学你们还记得吗？还记得那个胖胖那个男生叫什么？ Diego，有没有？他不是没接好多电话，好就很烦，电话通通放到肩膀上去。那他不是后面课本在那个 repaso 在复习的时候有他一个照片，有个就是否定那个字放在哪个位置吗？你看否定放哪里，放在动词的前面。你看一下课本，那我现在我们下面这个练习一到五哈，这个一二跟隔壁25页，三四五这五个部分，同学会去写。那我现在每一部分哈，每一部分我会挑第一句当做范例，跟各位解释。
那回去你应该会写其他的试题。那下礼拜就是，你带过来，一起检讨。那也许我会请同学念。那你先看第一题哈，一 uno 上面的范例。说 ，Yo soy Pedro， 我是贝德罗。好，第一句哈，这应该看得到。Yo soy Pedro， 好，右边。否定词，你看这个 no 放在 soy 的前面 ，yo no soy Manuel， 我不是 Manuel，所以 no 放在动词的前面。那个人称代名词像 yo， 我们之前有讲过，可不可以省略？在这句话里面，可不可以省略？可以吗？西班牙语常省略动那个人称代名词啊，主格的部分。为什么？因为动词像 soy， 它已经暗示了是哪个人称，对不对 ？soy 就是我嘛。所以，而且基本上讲，比如说，妈妈问说：“待会谁吃完饭哈，可以看电视？”不是，我这不是这个饭店哈。比如谁打谁把玻璃打破了，那小孩子说 soy yo， 他怎么回答 soy yo？ 这就是一个回答方式，就是我打破了 soy yo， 这是一个回答方式，就是他主格跟动词会对调哈。对调过来，就是我打破 soy yo， 或是谁在讲电话，你可以讲 soy yo， 我在讲电话，哦，他们常常用这种方式回答 soy yo， 也就是询问是谁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习惯就直接 soy yo。好，那我们先看第一句练习哈。哦，课本这边它算只画，你看到这边，只画四条线哈。事实上，你们要做是下面这每一题有没有？二三四五。这下面每一格都要写，自己把它画线，你们了解？啊，我先做第一题哈，啊，比如说第一题 do， 这边动词要填什么 ？do 的 ser 动词变化是什么？啊，忘记了 ，eres， 所以要写什么 ？Tú eres Juan， 对不对？好，右边你继续写，有些是一样哈，跟第一题一样 ，Yo。
但不不对不起，这边要写度 ，no， 是不是 ？Él es Pedro， 这样了解吗？来，看一下。好，你先看一下这个范例哈。好，这样看得懂吗？好，红色的部分哈，就是你要填的空格，这样了解吗？好，红色的部分就是你要填的空格，对不对？好，你照第一题练习题，我们一起做嘛。哈 ，do 怎么样 ？Eres 你是谁 ？Juan 好，你现在右边是让你练习。否定字、否定句、否定字弄要放在哪里？还有你的动词变化，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写什么红色的字？你要再把它写上去。有 do no eres Pedro， 你是 Juan， 你不是 Pedro。这样会不会做这个练习？这样了解了吗？有听懂了哈？那每一题都不一样啊，每一题的人生都不一样。你看，像第二题，它是用 él， 对不对？他。那他的动词是什么 ？Es， 他是 Luis。那这边就一样，他不是 Juan。好，你回去写，这样会了吧？这样有了解哈？嗯，因为他这边可能忘了哈，再画几条线出来。我这有些同学以为只要写第一题就好了，第一个就好了，没有哈，都要写。而且这边这个 L 哈，我是建议同学把重音标打上去哈，跟那个冠词有所区别哈。L 它是一个人称代名词，它。好，这样第一部分应该了解了哈。好，再来，我们看第二部分。其实也是一样，只是多了一些名词哈。好，第二部分，
好，我们看范例。Él es profesor， 他是老师。Él es profesor， 好。他是老师。那右边 ，él no es estudiante， 他不是学生。嗯，那其实跟第一部分的练习是一样的。好，好，你看第一题，我们要怎么填 ？Usted 是什么动词 ？Es alumno 学生，哦，我们学过这个 estudiante， 那还有另外一个字 alumno 也是学生，而且 alumno 这个字它有阴阳性，哦，女生女学生就是 alumna。那 estudiante 没有，对不对？我们之前在22页有看到那个阴阳性变化，那么 estudiante 这个字，你要怎么去区别它的那个男生或女生？是不是用冠词，对不对？哦，像 él 或是 la 或是 un una 这样是区别。好，那你看右边第一题的右边你要怎么写？好 ，usted es alumno， 哎，您是一位学生哈，那可能我们初次见面哈，第一次见面客气一点，哎，用 usted 以后用 tú 就好了，如果是同辈的话。好，再来右边要怎么说？Usted， 对不对？主词还是要一样哈，跟左边的 No es maestro， 哦，不是老师。你看第二个哈。好，这样看得到哈。Usted es alumno， 对不对？您是学生，红色是部分是你们要写的哈。Usted es alumno， usted no es maestro。Maestro 一般指的是那个，中小学的老师，啊，叫 Maestro。那 Professor， 啊，是大学的老师。什么问题？那第二题，你就是自己，你看一下应该会写了哈。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边的名词的意思哈。
好 ，alumno 我们讲过是学生 ，camarera 阴性还是阳性？阴性，女服务生 ，camarera。再来 ，directora 是。主任，男生还是女生？哦，如果你系主任是女生，就用 directora。要注意哦，第三题在用复数哦 ，directora 是因为他的人称是用 a 加 s， 哎，所以你的动词变化你要注意哈、哦。我在西班牙 ，director。或 directora 也可以指小学的校长、欸、他们小学人数没有像我们这边这么多、哦、我们小学一班几个人、嗯、你们这么少了真的少死话那个年代还有45个嘞，一个班45个、45、46个嘞。那大学以前我在另外一个学校，还有到50个，一个班50个人。那西班牙更少，西班牙我记得，西班牙大概一个班20个不到，所以他们小班制，20个不到，而且那个教室就这么大，教室就什么就很棒。真的很棒，然后那个教室，他们也不背书包的，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教室的抽屉，也不会掉来，反正下课老师教门都会锁起来，那教室都是他们的作品。全部都是孩子们的作品，所以你看那个他们空间很大，因为以前在马德里桥校教书，我们周末会跟他们借一所是公立的那个小学教室啊，那个台北办事处跟他们借。然后在那个小学那边上课，我就进去看，哇，真的很好。因为空间很大，所以有时候小孩子你就管不住他，他就爬到桌子上面。你这边跟他讲课，他后面就开始玩起来了。他里面还可以冲来冲去，玩那个什么警察抓小偷。那后面他们有个习惯，可能你如果看影片，那种挂钩，知道吗？钉墙壁上钉挂钩，所以他们西班牙，然后墙壁冬天有那个暖炉，台湾现在有进口那种。他们也在做那种暖炉，他们一格一格的，有没有？我不会描述哈、哦，但是那个很耗电，那个插电不是那种一格一格这样子一排过去，有没有？传统那种很危险，对不对？红红的会发热的那个，那是会烧起来。
现在不是改成那个一格一格的吗？但是你不要去摸它，你摸它你会被烫到啊。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现在应该都有在卖嘛，他们是就钉在墙壁上，就围一圈。哎，所以你每次冬天一进教室就很温暖，很暖和，那个效果非常好。所以看到西班牙人，他们从小时候就是，他们里面都穿，其实他们不会穿很多。那他们的外套都很保暖，再怎么厚再怎么大那个衣都很轻，所以你看最好的那个什么羽毛那些衣服都是欧洲的，很轻便又很保暖，因为他们进教室就是先到后面把他的外套挂起来就开始上课了，然后也不用背书包，有啊，有背书包啦。我知道听他们有拿那种有轮子的，像行李一样这样推。我们台湾听说好像不建议啊，幼稚园，我记得幼稚园老师有个，他就说不建议，台湾路都不平。怕学生他受到推一推就跌倒了，反而会受伤。可西班牙没有，不过西班牙不会叫孩子去拉那个哦，他叫谁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帮他拉，要不然就是那个他们有那种外籍保姆嘛，外籍老公一样。接送就他们都不会，所以他们都比较高，长得会比较高。哎，有差哦，真的哦。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四个字哈 ，portero。如果你住大厦的话，下面有没有管理员？那个就是哈，我说我翻译成门房哈，比较不好听了哈，比较早期翻译成门房，现在可能叫管理员。Portero。那如果女生就 Portera。啊 ，medico 知道了哈，医生啊，那你做练习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单复数。好，我们看右边 ，maestro 我们讲过了哈，小学老师或中学 ，enfermera 护士，现在应该有 enfermero 了。应该有吧？好 ，obreras， 那个工人是女的工人。嗯，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再盖这两栋大楼，你可以看到很多工人 ，obreros。他们就是 obreros， 他说饭就是专门指女生，就是 obreras。好 ，camareros， 男的服务生哈，注意一下单复数哈。carteros， 最后一个 cartero， 邮差。Cartero， 哦，它是复数。好，到这边有没有疑问？没有的话，那请同学看右边25页。
第三部分哈，一样，我们先看看范例。好，这边要的例，这边的练习是那个缩写。我们刚刚不是看到第六部分那个 contraction 缩写吗？好，左边你看 ，Yo soy médico， 我是医生。什么的医生呢？什么样的呢？de la escuela， 哎，这样会翻了吧？这是谁？我是什么？校医。de la escuela 就是我是这一间学校的医生。Soy médico de la escuela. Escuela 就是泛指学校了，学校这块地，这个场地，不然你说这个你可以讲 de la universidad。像中文的大学就比较是抽象的，像英文你们会怎么说？我念大学你会怎么说？还是会有一个介系词 in 嘛，对不对？后面加大学嘛，对不对？可是中文就只有我念大学，所以大学在中文里是比较抽象的哈，抽象名词啊。好，你看第一个，我们做第一题的范例哈。好，左边。Usted, camarero, 我们要填什么动词 ？es 啊，好，再来右边冠词，他，您是 bar 是酒吧。那一定说这间酒吧的服务生啊，怎么说？还有两格，不要被骗了哦。是不是要缩写？需不需要缩写？我们刚才讲过啊，要。要不要摇头？要缩写 ，del bar。你看 ，del bar。你看到 ，del bar。哦，对吧？所以课本上有两个空格，但是你还是只写一个字。好，我们看到，这是放大。看得到哈、哦，
usted es camarero del bar. 好，反正你只要翻到 de 加上阳性 el 好冠词，你就是要缩写成这个样子。你不管课本的空格一个还是两个，那下面好，你回去练习。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新的单词哈。Bordera 我们刚刚讲过了，门房哈，这边是女生女性的门房。Empleados 哈，就职员，比如说银行的职员，或者是我们学校行政大楼那些职员，都可以叫做 empleados。 enfermeras 护士， estudiantes 学生。bar 酒吧， hospital 医院，对不对？Banco 那个银行，好，这边下面是 Universidad 就是大学。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台湾中文的大学是抽象，对不对？抽象名词。像西班牙语，西班牙语有一句话 Voy a la universidad， 你们要怎么翻？Voy a la universidad， 你会怎么翻？Voy a la universidad。这不是说我去念大学，他只是说我去学校。这个学校是大学，就像你们现在是大学生来学校上课，回家在家里早上出门了，爸爸妈妈问说你去哪里？Voy a la universidad， 我去学校，大学。可是中文可能不是说我去大学。我们不会这样讲哈，所以这个有点差别哈。像西班牙语的这个 universidad 可以当一个地方的名词，那中文就比较抽象哈，没有办法，就是我去大学，我去念大学。只会这样说。好，我看cuatro 第四个部分哈，第四部分好，否定一样哈，加了一个否定词。Yo no soy director de la oficina. 我不是这个
办公室的主任，哦 ，officina 是办公室 ，office 哦 ，officina， 我不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你看 ，officina 是阴性的名词，所以用阴性的定冠词啦，对不对？那得跟啦。就不用缩写了哈，只有跟阳性的名那个冠词才会缩写成 del。然后第四，我们做第四题哈 ，el 怎么样？好，你把中音打上去。好，他我否定哦 ，él no es profesor， 他不是老师或教授。那什么的教哪边的教授呢？写什么 ？De la universidad。好，我这边就没写了。好，第四部分。写一下哈，等一下。他说 ：“Él no es， él no es profesor。”哈，él no es profesor。Fábrica， 你看右边 ，fábrica，
工厂 fabrica， 中音注意一下哦，它在倒数第三个音节，所以要打上中音哦，不然照发音规则应该倒数第二个音节，对不对？可是我一定要念作 fabrica。所以 R 上面打上中音，好，还有那个字，电打，电，店面，比如南台旁边好多，比如说书店啊，影音店啊，或是吃饭的小吃店啊，同。一般通称电就是电的，那至于你要说什么电，就是照这个格式啊，照那个名词补语的方式啊，电的得什么？这样会吗？比如说，那电的，对，对啦。这是一块卖布的店，有没有？布的店，不过我们可能中文会讲什么？布庄是不是？布卖布的庄哈，布庄，所以每个语言有他自己的习惯的说法。好了，店的得得啦，得啦，就是我们身上那个。这个布可能还没有裁哈，就一块那种卷的一块卷在一起很大的大块的布，得啦。再来 ，colegio 就指的是小学哈，我中学那个学校。就是意思上就相当于 school 哦，它也可以是一个那个表示地方的名词哦 ，colegio。好。啊 ，single， 我们看最后一个哈、哦。好 ，single。Nosotros somos los hijos de Juan。好，我们是 Juan 的儿子。Hijos 是儿子。当然有时候可以翻译成儿女们嘛，因为复数了 hijos， 还有可能全部都是儿子，有可能只有一个女生一个女儿，不是，只有一个儿子，其他都女儿，你还是要用 hijos， 除非你全部都是 hijas。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一题。那
第一题我们要怎么说 ？A 九他们是什么？son los padres de Ana. Ellos son los padres de Ana. 这里不可能吗？没关系。他们是安娜的父母。Padre, padre 单数指爸爸，那如果复数的话就变成双亲、父母。Ellos son los padres de Ana. Oh, 这个问题让你看其他的单词。Hermana 是姐妹。我们应该西班牙人他们不会去分说什么姐姐或妹妹。你们在家里如果有兄姐你们会叫哥哥姐姐这样叫吗？啊，会哦，他们家比较严。年纪比较相近的就直接喊，没有那个习惯哦。但西班牙也都是直接喊那个名字，所以他们比较没有说什么姐妹啊、兄弟这种辈分哈、好像很要求很严格，一定要说叫哥哥，或者是叫，那当然哥哥可以直呼弟弟名字嘛，对不对？一般我们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样子，但西班牙没有，甚至我去西班牙。去那个朋友的家哈，他的爸爸竟然跟我讲说，爸爸，我问他说，我要怎么称呼你爸爸？我们不是会叫什么？比如说我去人家家里，就是你们大学同学哦，比如说同学要去他家里做客，你看他的父亲，你会怎么讲？某某爸爸，陈爸爸，还是什么阿伯，会不会太老？还要叫什么？要叫弟哦，西班牙语弟哦，伯伯啊。他们也没有分什么伯伯叔叔哦，他们没有像那个辈分，我们会马上交到这个身份哦，弟哦，弟哦，这你们记就可以记哈，没有因为语言没有程度之分，单字记得越多程度越好哈。你看，第二个是谁？伯伯叔叔嘛，阿伯阿姐啊，都可以啊。那弟啊嘞？阿姨、姑姑啊，都可以啊。他也没有分什么大姑、小姑、二姑，什么二伯、三伯，哇，还这样喊得很，
能是这样喊比较能够显现出辈分。我看见他们自己亲戚之间辈分什么第二，就是这种叔侄或者是这种辈分关系，小的也是喊老的，就直接喊名字，都是这样。那是我去我那个朋友家哈。他叫 Marcos， 他就我就 Marcos， 我要怎么叫你爸爸？他说叫 Jaime， 他爸爸叫 Jaime， 那你叫他 Jaime 就好了。我不说我不用叫什么，因为西班牙没有什么。我跟他讲弟友，他会听不懂。他说什么叫我爸爸叫弟友，叫我爸爸叫谁？他们会用另外一种称呼是什么？用什么？叫你初次见面可能用 señor， 知道哈？Señor， 我听说有一些西班牙，比如说结婚了，我们要叫互相叫对方的父母，对不对？那当然是我们就直接喊，比如说太太的妈妈就喊妈妈，就这样就好了。因为今天已经是结为亲了哈。可是西班牙有些还是直接喊对方的父母叫 señor 或 señora 知道哈，就是女士，还是这样尊称哦。如果他不愿意喊这么亲密的称呼的话，就是用 señor。我们大概第二课第几课会教到这个辈分哈，弟友弟呀，一开始叫不习惯，然后我因为觉得他满头白发，还可以直接喊他的名字，有点不大好意思。我去人家家做客，吃人家的，直接喊名字。他说不会啊，这样比较好，比较亲切啊。好，那这五部分哈，请你们回去写。那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单词。应该没有了哈。好，那我们先回来看那个课本，应该是 Diálogo tres， 第三个对话，应该是第几页？16页。Página 16, 16页。好，我先放袋子哈，同学请听。Diálogo tres， 对话三。¿Quién es? Soy el cartero. Adelante. ¿Es usted don Pablo Fuentes? Sí, yo soy. Una carta para usted. Muchas gracias. De
De nada. ¿Quién es? ¿Quién es? Soy el cartero. Soy el cartero. Adelante. Adelante. ¿Es usted don Pablo Fuentes? ¿Es usted don Pablo Fuentes? Sí, yo soy. Sí, yo soy. Sí, yo soy. Una carta para usted. Una carta para usted. Muchas gracias. Muchas gracias. De nada. De nada. ¿Quién es? Soy el cartero. Adelante. ¿Es usted don Pablo Fuentes? Sí, yo soy. Una carta para usted. Muchas gracias. De nada. Ya. Luego tres. 对话 三. ¿Qué? 好，again，好，again是一个疑问代名词，哈，等于谁，谁，好，who，西班牙语的疑问代名词，都有重音，我们看到，而且我们中英我们讲过，打在重母强母音上面。 Yes，你有没有看到动词用单数来复数？动词没有单数，好。那这个情况是，譬如说敲门，那你不知道，不知道是谁，我们都讲 yes。 用单数，英文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英文怎么说？有人敲门，你会怎么？你会怎么问？你会怎么问 ？Who is it？ 而且还用 IT 耶，哎，管你是有生命没生命的。 动物还是人 ？Who is it？ 好，那西班牙就是这样。好 ，Guinness。不管你听到门口外面，你肯定听到好很多人的声音，可是我还是用 Guinness。哎，那这边有连音号 ，Guinness。
好 soy el cartero 邮差我就再给他们来送信了 soy el cartero 好你看这边它有加上冠词对不对我们先前不是讲过吗你如果是讲身份人家问你说你是做什么工作做什么职业的我就讲说 soy cartero 就 表明身份那这边是询问、Pablo 先问说哎，是谁啊那Cartero 他有限定哎，我是邮差我是这位邮差、是一位邮差这样了解吗、soy el cartero、好再来 adelante、这是一个命令式就是请进 Adelan 它的原型动词是 Adelantar 这边应该有写 Adelantar 有看到Adelantar 就是前进、Adelantar 前进往前移动甚至于那个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要超车超车也是用这个词 Adelantar、就超过这一台 Adelantar 好像这个动词我们上一拜看第三课影片教学有没有他都会讲这个字啊有没有他敲门讲什么我们一直强调那个两个字无人称的谁不会的有没有那另外对里面就会听到声音他讲什么巴士阿德兰德对不对就请进的意思我们翻译成请进它的原因它本来字义是向前往前 Adelante 所以我们看看我这一学期我还是会教你们命令式大概下一拜会把命令式讲义带过来给你们命令式动词这个就是有动词的变化了这个 Adelante 它的命令式对象是您请进 Adelante 你看它原形动词是 R 结尾你看改成 A 它表示您请进的意思那你请进的话如果是度的话就是 Adelanta 所以你看这边有动词变化那课本已经出现了那影片教学第三课也出现了就是我想命令式我们还是要教一下但是不列入期末考的范围就是让你们认识我们把这个讲完好他问说 Es usted Don Pablo Fuentes好你是 Don Pablo Fuentes 好这个 Don 我还是提一下你看到这里以前在翻译的时候
早一辈的哈、哦、翻错了，我以前有讲过这个范例哈、哦。Don Quixote 是谁？啊，西班牙最重要、最早的一本文学作品，唐吉诃德。实际上，这个“懂”是一个尊称，“懂”哦，放在名字前面，放在西班牙语人民的前面，名字的前面，哈、哦，是一个尊称。如果真的要翻译，就翻译成先生，哦、但是一般来讲，懂，你看英文也没有啊，我们中文也实在是翻不出来、啊哦、但是他们会这样讲。比如说，我待会。我们做那个文法练习，如果请 Luisa 哦 ，Don， 我就讲 Doña Luisa， 请你回答做第26题的练习哦 ，Doña Luisa， 他们就会这样讲哦，这个 Don 或者是 Doña 是放在。名人名的前面哈，东娘或东娘，东就放在男生的名字前面哈，东娘是女生的名字前面，你看像唐吉诃德，他是不是就翻错了？是他的名字是什么？吉诃德，吉诃德而已。哦，这个就那个啊，文学作品里面那个疯子啊，骑着马到处去冒险，把那个风车当作巨人，就冲啊！那个长矛插进去就被风车给滚上去，就摔下来，结束第一次冒险。西班牙没关系，西班牙有他们有两种骑，他们有两种精神，这个就是骑士精神。那叫什么？中文叫什么？虽之不可为而为，是不是？那另外一个精神是什么？斗牛，你们看过斗牛吗？很残忍。他们就会讲说这两个精神。Don Quixote，你就看到一个人啊，你觉得他是怎么会这种想法，然后又很执着要这样做，就是骑士精神 Don Quixote。 好，那女生呢就是 Doña。 那一般你看我们中文的话，你看用 Señor 对不对？Señor 跟 Señora 或 Señorita， 之前我们有提过这几个字哈，那就是放在姓氏的前面，大家了解了哈。比如说 Señor 王，哦 ，Señora 陈，那西班牙语多了一个懂。看下面哈，好，自己说哟。你看 ，your soy， 这比较强调，强，我就是 your soy。
A una carta para usted. Carta 是信件。Carta 信件。当然现在可以泛指，比如说你们在 email 往来的那个信件也是 carta。好 ，muchas gracias. De nada. 好，非常感谢哈、哦。De nada， 不客气哦，没什么哦，不客气。好，我们休息一下哈。哦